这是我来到地球的第214个春天，也是最后一个春天。今天我们的星球迎来了第43892一次日出，回溯小组已从地球返航，深空隧道即将关闭，我们将回退到永生之前的时光。如果下一个春天还很遥远，我们就现在见面吧。